对不起啊，林老师，您要的承诺，我现在给不了您。那你今天为什么上我们家来？您说的对，我今天确实不该来。不该来，那你就早点回去吧。 对不起，打扰了。等一下，把你带来的东西拿回去，我们享受不了。我去问一下他什么情况，应该是有一点误会。 干什么去啊，林志霄！你先别生气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他去问问啊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给我一个解释。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无缘无故会改变自己态度的人。